现在开始练习松风养心法，加呼气，用呼的动力把局部松开，背着定气呼出去。全身放松，想到自己，意识集中，想到自己，两眼轻轻闭上，想到自己，想到头，想到头部，头松气，头部向外呼气，热燥病气散出去，头松，头松，扩散，想到颈，想到颈部，颈松，颈部向外呼气，扩散，颈松，颈松，颈部打开，头部气血像水一样的流动下来，想到两边，想到两边，肩松，扩散，肩松，肩部呼气，肩松，肩部通道打开，头部颈部的气血流动过来，想到上背，想到上臂，上臂松，上臂松，扩散，上臂松，头部颈部的气血流动下来，想到肘关节，肘松，扩散，肘松，想到小臂，想到小臂，小臂松，小臂松，
小臂中，想到手腕，想到手腕，手腕中，手腕中，小臂的气血流动下来，想到两手，想到手，手中，手中扩散，手中，手部向外呼气。静静的体会小臂、手和脉冲，气血流动的微观变化。好，下面想到胸背，胸背中扩散，胸背中扩散，胸背中，向外呼气，热到背气呼出去。想到腰腹，腰腹中扩散，腰腹中扩散，热到背气呼出去。想到髋关节，想到髋，髋中，髋中，髋中，想到大腿，想到大腿，大腿中扩散，大腿中，大腿中，大腿像管道一样打开，上体的气血像水一样的流动下来，通过大腿，想到膝关节，想到膝关节，膝中，膝中，膝中。想到小腿，
想到小腿，小腿松散，小腿松，小腿松，想到踝关节，想到踝关节，踝松，踝松，想到两脚，想到两脚，脚松扩散，脚步呼气，脚松，脚松，从上至下的放松，肺浊进气一部分散出去，一部分到了小腿和脚上，想着脚像两扇门一样向地下打开，把肺浊进气三脏气向地下一尺远呼出去，准备向地下一尺远呼，向地下两尺远呼，向地下三尺远呼，静静的体会，全身很放松，很宁静的一种感觉，呼吸很平稳，气血很畅通，整个人和外界沟通得很好，静静的体会30秒。好，两手合掌，意念想到手掌心，快速搓掌，搓搓面部，梳梳头，搓搓眼睛，疏导一下胸背部、腰腹部。